生害怕蟑螂的原因是因为有些男生常常会拿在小厕所里面发现的死蟑螂来吓他们。妈妈也有说过蟑螂很恶心会飞，所以它也是脏乱的代表。找教授来挂包间，然后我们认真来种菜。看看我们用蟑螂大便种的菜，我们大丰收，耶！ Yeah! 现在我们准备将蟑螂大便种植的蔬菜发挥最大的效用，准备一卖 ，Go！ 很漂亮哎，蟑螂大便这样子可以吃吗？对啊。如果你不信，我们可以直接试验一下。真的是。用我们的力量也可以搬小箱、骑车远去。再说蟑螂是害虫，它也可以是益虫。我们得到了，耶、！如果我们对蟑螂都可以看到一个蟑螂的好，那我们对我们讨厌的同学或人，我们可能也可以看到他的好。